召集我们，好让我们称谢你的圣名，使我们以赞颂你为光荣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平安，神父平安。昨天的读经一，我们听到大卫已经死亡了。在今天的读经一，就是从的训篇，我们将听以色列纪念大卫他所做的。从他打败腓利斯特，他成为王，带领整个的以色列子民，所以他们纪念大卫所做的一切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，承认我私怨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，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大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我们的天主，求你使我们以儿女孝爱之情爱你，以你圣子博爱的精神爱人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德训篇。从以色列子民中选出的达卫，如同从和平祭的肉中提出的脂肪，他玩弄狮子就像玩弄山羊，戏弄野熊如同戏弄羔羊。他年轻时不是杀死了大力士，洗血了民族的耻辱，不是一举手用套袋的石子打倒了哥勒雅的傲慢吗？因为他事前呼求了至高者上主，上主就赐他右手有力，杀死了勇猛的战士，为显示自己百姓的力量。所以童女们向他歌唱，称扬他克胜了敌人万人，大家称颂上主，以称扬他，给他戴上荣耀的冠冕。他击溃了四周的仇敌，剿灭了对手腓勒舍特人，他摧毁了他们的武力，直到今天。他以自己的一切行为感谢圣者，以赞扬的词句歌颂至高者。他全心歌颂并爱慕创造者。他令人在祭坛前歌咏奏乐，以优美的声音唱出悦耳的歌曲，每天按时歌唱圣咏。他增加了庆节的盛况，使庆典隆重壮观，使赞美上主圣名的声音从清晨就响彻圣殿。上主赦免了他的罪过，常常显示他的力量，与他立了为王的盟约，使他在以色列获得光荣的宝座。
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，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。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。天主的作为完善无比，上主的言语真实可靠。凡投靠上主的人，上主必作他的后盾。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。上主万岁，我的磐石应受赞颂。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。上主，因此我要在列邦中称谢你，不断歌唱赞美你。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。您使您的君王大获胜利，向您的受缚者达味和他的后代世世代代广施慈爱。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。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赞美主。耶路撒冷，你要赞颂上主，他向大地发出自己的谕旨。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唱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，黑洛的王也听到了。有人说，西子若翰从死之中复活了，因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施展。也有人说他是厄利亚，更有人说他是先知，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。黑洛德听了却说，是我所张所的若翰复活了。原来黑洛德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黑罗蒂亚为妻，他为了这女人的缘故，正派人抓捕若翰，把他押在监里。因为若翰正对黑罗德说，你不可占有你兄弟的妻子。黑罗蒂亚便怀恨他，蓄意杀害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黑洛德敬畏若翰，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，就保全了他。他听了若翰的话，非常困惑，却仍然乐意听他。有一天，好机会来了，黑洛德在过生日的那一天，他为官员、军官和加利利亚的显要摆设了宴席。黑罗蒂亚的女儿进来跳舞，获得了黑罗德的同席人的欢心。王便对女孩子说，你要什么向我求吧，我必定赐给你。又对她发誓说，无论你要什么，就是我王国的一半，我也必定给你。他便出去问他的母亲说，我该求什么呢？他母亲答说，西子若翰的头。他便立刻到王面前要求说，我要
王立刻把细致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王十分忧郁，但是因为他在同席的人面前许下诺言，不愿对他食言，便立即差遣卫兵，吩咐把若翰的头送来。卫兵便去了，在监里站着若翰的头，把头放在盘子里送来，交给了那女孩子。那女孩子又交给了她的母亲。若翰的门徒听说了，就来领去她的尸体，安葬在坟墓里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还记得我还在福大神学院念神学，放暑假的时候，我们有我们四个修士，还有一个就是那时候跟我们在一起，他是在福大读书的一个学生，后来就加入我们圣言会。另外一个是我们其他的同学，我们就去主起天主堂，在那边帮忙带领夏令营。那我们在那里就在主起天主堂带了大概一个月吧。带完了，我们还想说我们这个暑假还有时间，还有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再继续吧，我们再办另外一个，在其他的那个教堂，比较小的教堂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就派人，我们要分批，我们就要出去把这个讯息要传给他们，说我们在那个地点我们要办夏令营。那我们去把这些的那个小小的海报发出去的时候，真的很快，大概两天以后，我们就得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电话报名，他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。昨天我们听到，在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派遣他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，那他们就大概有多少，有几队？有六队出去，因为他们两个两个，他们本来十二个人，那他们就到分散去把有关耶稣的消息去传。他们除了讲，他们也实行一些的奇迹，治好病人，驱逐魔鬼。那因为是这样做，耶稣的名声就传出去的是非常非常的快。在今天的福音一开始就说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开了，人就对耶稣有一个很大的问号，他到底是谁？他这个人是谁？他来自哪里？他做什么？那他们就开始猜，哦，他是若翰妻子，哦，他是厄利亚，哦，他是先知中的一位。那这个的消息也传到黑洛德了。那今天我所听到的黑洛德不是跟耶稣出生的时候的黑洛德，耶稣出生时候的黑洛德就是大黑洛德。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黑洛德是大黑罗德的孩子，其中的孩子其中之一，就是黑罗德安提帕。那他成为一个分封王，就是在加利利亚跟普雷亚这个地区。好，他听到了这些的消息，他选择是什么？就是第一个说法，他应该是若翰，是我所赞颂的那一位。那说这个若翰就是他所赞颂，以后后面就是把这个的故事，他怎样的把若翰赞颂，这个故事就呈现出来。关于厄利亚呢，是马勒基亚也说了，马勒基亚先知说厄利亚会再来。那因为是这样的，
犹太人就在等待厄利亚的来临，所以在今天他们看到了在耶稣的身上的这个，是因为门徒们出去把这个有关耶稣的消息去传的时候，他们就看到了这个的效果。好，在我们的生活上可能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，他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来？他做过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对耶稣，我们有足够的认识，我们也要去解这些的迷惑，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他是天主子，他为什么来？他为了你，为了我而来，为了拯救我们。那他做过的是什么？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我们而死。所以这些的结是需要我们去帮忙解开的。我们像昨天我们所听到的门徒们被派遣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把这个好消息去传，让他们的迷惑可以得到答案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宣于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，宣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您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其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统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，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
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艰难，不怕艰难，不怕艰难。我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艰难，直到我回家乡。走呀走呀，向前走，直